吧。为什么不能微博上的那是天边的第一缕晚霞，它悄悄地洒在我心上，现实的人们不知不觉已经变了理想，可我永远是向何方，在这乱的社会谁能不倔强，在这现实的世界谁能不彷徨，在这黑暗的世界谁能不迷茫，在这诱惑的生活谁能不倔强。边上有穿红衣服的女的，我的心在何方，你的梦想在何方，你们的未来怎样，我的未来又怎样，生活的压力帽歪了，帽子戴正了啊。我们的梦想它究竟在何方，